吉他社嘛，然后因为我以前是吉他社的，然后我刚刚在重现以前，就是其实，我要讲什么了？不，因为我最近那个，因为我最近在就是专辑，然后新专辑，然后还有准备小巨蛋演唱会，还有六月会发新专辑，耶！还有八月又还会在小巨蛋，耶！因为我在讲，对，因为这样，然后其实我最近常常有时候会变脑残，就是那个脑容量已经，我觉得干枯了。然后以前在吉他社就很喜欢跟学长。就是两个人进去就会弄很久，这样你们也会这样吗？对，就是社团时间的时候，然后就两个人一把吉他就那这样，就是会有一种这个一种蓝调十二小节的感觉。你知道蓝调十二小节就是其中一个人就会，好难，我想一下，好，其中一个人就会。其实这个活动一直是本着一种吉他交流的一个，对，的一个这个的概念，然后想说可以跟
吉他社之类的。对，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坚持自己有兴趣，然后你每次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它都可以使你有力量。我比如说对我而言，我觉得弹吉他就是一个，我会觉得啊，我只要抱他在这边，我就觉得生命有一种很丰盛的感觉。对。哎耶！其实今天也不一定是我这个一直跟大家聊。如果你们大家有想要跟我介入我的话，大家都可以举手。来一个这个一个，他哦、你说刚刚那个吗？耶、yeah. ！嘉恩一个鼓掌耶！谢谢你让我有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，谢谢你滋润了我的心窝，谢谢。对，因为我最近的生活比较常对话的就是录音师，因为哎不好意思，我刚刚那个要在这个再重来，然后除了录音师呢，啊就是还是录音师，那所以今天来看到很多人觉得非常的那个，我被大家滋润了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我的生命因为你们而滋润好。